高炸阿妈大家好买茶。我刚才去夜市买了一个很奇怪的很那个，应该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扫地这个工作吧，不用说也知道，在学校就这里。然后呢，我要这边我要透露一下，我本身是有一点懒惰的人，而且我不喜欢自己去扫地，所以呢，在夜市的时候买了这个。啊，虽然我事先开过了，因为在拿的时候感觉轻轻的，以为里面没东西，因为它就只有 Hello Kitty 款，所以就只能对，也没差啦。然后已经开过了，因为怕没有东西，那现在开了，那这盒子就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很好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用。这块小海绵，这块海绵绵，这块能 Q 能 Q。我不知道这块小绵绵是什么哎，我看一下，好像说是要放在上面的样子。小好孩子不要学。Hello， 回来了。因为我不会用字幕，因为我不会用字幕，所以就拍这个。但是，水那么重。
开一个螺丝要花，我那么久时间，算了，忍不住，拿螺丝起子。当家过了呀，早知道我就进去拿螺丝起子，也不用开那么久。好了。小螺丝要放好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螺丝不见就串西塞啊，哎呀。哇，这块海绵是都往别的给它开啊，路啊，这是滚了地，路在一地。哦，不是啦，它是一层膜，然后这样贴上去啦。哦，知道。不对啊。什么不对啦？哦，对，一块啊，一张。啊，那在不，那在拍什么？拍什么片呢、啊？不要笑死。好，先把这个有空的话，那就无到点滴，就到无安尼冲啊。后面就这样子，因为现在好像没有电池，所以没办法示范给大家看。有电池的话再示范好不好？拜 ，say goodbye。抱歉。会忍不住就放屁，拜拜啊，再见。